初见还是一边，再见已是万老主。兄弟们，我好像得了一种听到千年的声音就想笑的病。跟原主回去，站掉！超远突进，高额回复，群体控制，这把对面控制好多呀，有没有什么英雄不怕控制的？当然玩我们的任性大王杨戬了。开，原主老兄弟，给我站！挂到这个，开，跟原主再给我再开，拉满了，兄弟又给点位拿下了。 前千年打完巅峰赛后，准备大听五排带妹上分，选人阶段弹幕都想让千年吹自己九国服，千年回应道：“九国服不要别太装了，完了之后主播说九国服他肯定不相信啊，那这毕竟这个号没有国标的，说九国他肯定不相信。看看沈标吗？给你看一个，你看过吗？给你看一下吧，没让我给你看一下吧，兄弟，满足你，需要看沈标，满足你，来吧，咱们最强的杨戬大王吧，上来先给他上强度，来吧，老简。” 这把跟千年对线的芈月带的是惩戒自家，则是辅助王昭君，一级千年蹲在草里准备配合辅助打芈月一个措手不及。你都可以，你动不动的话你就学医，你直接减速他就死了，在我这里看见没？在我这里减速他，减速他，减速他就死了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跟他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，你拿那个盾炸他，你拿那头，你拿那头，妹妹，你漂亮漂亮，吃完兵线你然后传送到发育路区就好了。 打开传送阵后，王昭君并没有选择传送，而是继续抓芈月。等芈月反应过来想跑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晕住了，你漂亮的冰冻，可惜没冻住，没事，我有狗，你黏住他，我狗他，漂亮，好配合，好配合，兄弟，好配合。这把芈月可以说相当憋屈，不仅被辅助针对，还被猴子蹲草。猴子也干了，能杀吗，兄弟？你怎么蹲在那种位置，猴子？给他芈月上一课，希望完惩戒芈月。 虽然连死三次，但芈月还是有一战之力。千年跟他单挑，差点被气反杀。云座挂狗，假装打不过，跟原子木开始回血，开，镇上。哎呀，我靠，极限！四分钟的时候，队友被对面打了个小团灭。千年来中路找节奏，先拿对面的安琪拉开刀。云座挂狗，跟原子木直接给他秒掉，接我海诺，别卖。 帮我扛下条平A。哎呀，兄弟，能收割吗，猴子？我能说海诺吃不吃可以救我的？海诺往点我的脸上走一点点的话，点我就不能空 A 了，你知道吧？芈月直接把自家红 buff 给反了，千年嘴上说着难打，还是苟过去跟他单挑。带红的芈月太难打了，顶住，狗去，开。 拉扯，别控我！拉扯，点我追不上我的，放心吧。再狗，跟原著回去，回去，站掉！哎呦，拉满了，兄弟，这喵的点位怎么这么硬啊？ 7分钟，两边在中路抱团，千年通过小兵当跳板，瞬间控到了马可。开，顶住了，兄弟，狗去。 挂到这个，开，跟原子墨再狗，再开，拉满了，兄弟又给典韦拿下了。典韦一个人在下路带血，千年叫上猴子过去抓人，没想到猴子两下就被典韦秒。我来帮你控住。啊！我靠，你在搞什么，猴子？ 很快，对面开始针对下路的千年。谁说杨戬这英雄劳啊？集控制高额回复位移于一身，想上分就玩杨戬吧。谁啊这是？啊！我他喵的开了个战绩面板，怎么这么多人抓我？追啊！狗住！这个人头拿下。OK， 兄弟。阿离在中路两下被典韦秒了，千年开始绕后。我来了，兄弟，放心，我在，能打我有苍穹。 秒点位，跟秒了，漂亮，哥们儿，好控。拿下暴君后，两边开始在中路抱团。王昭君直接闪现留人，我闪控，闪控漂亮，兄弟，你帮你减速下，我来，我来跟。漂亮，王昭君开到，我收割了，兄弟，开到，开到，好开。队友准备一波结束比赛，这时千年色心大起，想跟妹子双排。如果我现在说一个，咱们下把双排会不会有点下头啊？这好像确实主播这把玩的比较实验，应该。 也没问题吧，兄弟？队友怎么都死了？好动，走这个，开，哟，尴尬了。没事，点打点打，强点，兄弟，海诺扛住点，点点点，没事可以点的，他们安琪拉清不了线的，这个血量的话直接点就没了，兄弟，漂亮漂亮，点点点点点。
点，哪里不会点哪里就好了，点。好多好多，王昭君蹲得好，点塔一波了，兄弟，漂亮。